嗯，来，你不要叫啊，这样子。喂，等一下，我的血就等下吧。ごきげんよう、ワンスーです。今日はね、この以古代東方大陆为背景的沙盒游戏《帝国神话》をやりましょうか。它这个 game 是以高自由度为核心的冷兵器战争的一款 Steam 游戏，让我们就试试看啊。通常这种游戏呢，都是绷带带我玩，然后他去到处找材料啊、建基地啊、杀怪物啊，全部是他的工作，然后我就是在家。当家庭主妇的，但是今天没有绷带，我们就来挑战看看我在这样的世界能不能生存吧。哎，咱先来捏脚啊！捏脚的话，我果然还是应该要还原自己原本长什么样子，这样才有代入感嘛。好了，差不多应该就是长这样了。好，现在我要干嘛？任务详情：采集茅草。哇，이캐시키던네코레，荒岛求生的感觉。在求生的道路上，看到任何东西都不要放过，那可能未来就是你的救命稻草。江一一个人在这边捡东西，哦，显然有点害怕，怎么带就不敢呢、啊、？What does the fox say？ 会转哦，会走位哦，这狐狸。喂，冷静，哎呀。生气起来，我自己都打了，我跟你讲。Hello。喂。Yes。吓死我了，在外面挥舞，我被兵马俑复活了。哇！Damn， 你好帅。哎呀，你看我们终于开始有模有样了，准备好出社会了。我的领地。对的。哇，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种天赋可以去升级。你以为只有这些挖矿啊、伐木、打猎、种植啊、武器这些吗？你还有工程、制甲、药膳、招募、练兵、统御啊！我建议啊，我现在要去其他地方探险，寻找更多文明建筑。哎，这个地方看着好像很厉害啊，好像是一个城市的感觉。我要过去。さよなら，你记住，这种普通的生活不是我这种主人公应该过的。哦，那边有一个。基地，此刻也可以见到这种程度。站住！把之前的都交出来。把你判决。等一下，一言不合就打劫。哎，你不要叫啊，这样子。喂，等一下，我的血就等下吧，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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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要死了，要死掉了，等一下。欺负弱小。然后过去光一下而已，你怎么一言不合就杀人呢？我现在这样爬着进去，我看我可不可以唤醒他两只，让他知道我无意战斗，我人畜无害。给我成妖！把值钱的都交出来！这个教训教会我不要乱进别人的基地。嗯，那边很多人，下，感觉应该是安全的，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基地，应该都是流民吧。阿刘，送上门来了。枪刀，得下了，他讲的，还有一千米，一千日。哦，有一个，这是高级一点的住宅，但是看这应该蛮无害的。它不是基地吧？这是住宅区。什么人？欢迎进来，什么什么？水贼呀！海盗捉到了水贼呀！哎 ，Hello， 录音啊！喂，拜，首领来了哇！路过这，路过这，冷静一点。OK， 这次我挑战，我不跟任何人起冲突。那人追我，我就跑，我不要跟他对干。然后看我们简可不可以成功到达这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城市。OK， 今天就以这个为目标。OK， 什么基地啊，什么冷兵器战斗，我们先不管。我只是一个路过的旅人，我想要来享受这个世界的文化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玩沙盒游戏的方法，但是 I don't care。反正我们帝国神话就说好是一个高自由度的沙盒游戏。就代表玩家想怎么玩，那也是他自己决定的事。打仗什么的，等有朋友的时候再玩。OK， 因为我跟你讲哦，他这个 game 里面呢、啊、还有爵位，所以你看，你可以自己从平民升去男爵，然后最后可以上到亲王。而且你看，我从平民去到男爵，我只要花钱就可以了。钱要去哪里找？荒郊野外讲赚钱啊？当然是要去大城市里面赚的嘛，去大城市里面打抢。我是说去大城市里面慢慢找一份工，这就是我坚持要进大城市的目的，好不好？很踏实的，做 business 的人都是这样的。啊，美丽的景色，美丽的瓦达西，美丽的城市，我来了。
哇 ，damn， 这个县城一样。我们是 friendly 的。站住！把值钱的都交出来！我就进来逛一下吧，把这小气的嘛，真的是，我又没有偷你们的东西。哎，我都多提呢。